好，大家都看到了哈，我们的舞台布景呢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在我们封箱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做《到底是谁》。这个节目呢，也是把相声和娱乐融为一体的节目形式出现的。那好多朋友呢都说非常喜欢这样的节目形式。今天呢，我们又重新为您编排了一个类似那样的演出。接下来就请您欣赏《超级六加二》，有请主持人郭德纲。谢谢这位大哥。看星夜改变心情，好心情改变生活。欢迎收看《到底是谁》。这里是辽宁卫视转播安徽电视台特别制作的天津电视台主办的一个节目。非常六加二，我是主持人郭德纲，有请我们的礼仪小姐于先生。我们的节目是由两位主持人和六位嘉宾一起完成的，共同制作啊。为什么叫六加二？就是六位嘉宾啊，哎，主持人是两位，我是一，我是内一个，他是内一，哎，什么内一？内衣就裤衩呗，就是吗？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哎，对对，就为说我是二就结束了是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节目嘛。往下进行还有吗？当然啊。是吗？嗯，我们用最不热烈的掌声来邀请我们的六位嘉宾来。你乖着徒弟，我爱你。他怎么了？他这是他这个多多益善啊！他这个状态现在越来越接近主流相声演员了。嗯，空前的像。你准是春节的时候看了什么不该看的晚会了。欢迎我们的六位朋友。哎啊，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嗯，啊，这边啊，嗯，哎，就是他们几个人吧，他们几个人吧。嗯，不挨个介绍了。我叫不上名字来，叫不上名字。太生了。最近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了，因为我跟谦儿哥在舞台上已经从事这门艺术很长时间了，哎，好几十年了啊。于谦老师已经是73岁高龄了，所以我没有那么大，84了已经是，我都活在坎儿上了，您看，所以是越来越觉着心力交瘁，哦，累了，那觉着累，而且来说呢，可能是年纪大了，总觉着跟不上形势，哦，跟不上时代，所以我也是决定，因为经过一春节的深思熟虑吧，我是准备把北京德云社班主的位置让出来，让出来。哦，哎，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就等着他们了啊，一代传一代。也未见得就怎么样，是吧？这个是我出色的弟子曹云金，对，青出于绿胜于蓝，哎，那老那么蓝绿蓝绿的，所以说我是非常希望，就是有一天如果说我离开北京德云社的话，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担子接过来，啊，扛起旗来，把更好的节目，啊，更多的欢笑带给大家和二楼那个小孩，哎嗨。这希望太细致了，我特别希望孩子，可能人上了岁数，就是对孩子打心里，再闹我弄死你！哎呀，嚯！可乖可乖了，别等评选完了，他就不当班主了，不忙了。你别走啊！于，这叫于什么？哎，没。谢谢大家吧，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你怎么老憋着完喽？不是，我心情不好，我一想到马上就要退出我喜欢的舞台。但是您还没选到合适的接班人。是我已经起誓了，我是准备让出来，啊，让出来，哦，真是这样，一个合适的日子，把一个合适的契机把它让出来，然后从我们这个徒子徒孙里面选出来。哎，他是徒孙。嗯，谁是兔子？哎，谁烫头谁吃。今天是这样的，我们准备了几道题，
因为你要做新班主的话，嗯，那么一定要从多方面的考虑一下啊。您这也是考核一下。对，你但站在这个位置上之后，你和做一个普通演员是不一样的。哦啊，俗话说得好，爷秀于林，孙必摧之啊。所以说，嗯、木秀于林，孙必摧。孙必摧，孙必啊，行，怎么怎么那么些？好，就这样了，就可以了，可以了，嗯，行，嗯，可以了，不让人说话，嗯，可以了。嗯，肯定会有很多的坎坷，嗯、啊，而且你一张嘴解释不过来无计其数的话题，对，你的心理一定要成熟一些，哎，啊、有承受力，方方面面的很多事情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讲出来的，哎，心态最主要。老先生们说得好，既要卖脸朝外，哦，这是什么意思？我也没闹清楚啊。哎，对，啊，要您下去就下去吧。啊，可以，可以，可以，谢谢吧，谢谢吧。所以说我是。抱定了这个决心吧，是啊，抱定了决心，嗯，也请我们现场的这个40000多个观众吧，大家、哎、哪有那么多呀？我可能是不太识数了，现在、啊、对，不太识数了，嗯，啊、我们准备今天利用这个舞台，嗯，搞一个小测验，哦，要试一下，看看这六位心智成熟不成熟？好好啊，是，反正我个人是有一些个倾向的，哦，您自己还有倾向，希望大家都好吧，啊，我们出几道题考验一下他们。好，然后也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嗯，把您心里打算知道的事情一会儿大声的喊出来，都可以说。因为今天在，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做班主了，啊，所以待会儿有什么要知的要问的啊，嗯，留个美好的回忆，你就尽量说出来，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因为本身这么多年来吧，我也是，脾气是尽量努力的在改。啊，现在好多了，现在好多了，没瞧出来。那那得交钱，所以说这个开始吧，好吧，开始吧，您都准备好题了吗？啊，于老师也说了这么多话了，是吧？咱们我说什么话了？啊，正式开始啊！啊，来吧，来吧，嗯，跟孩子，你这，啊，请听题。啊，你真有题。哎，啊啊，涵养素质，那打班主这退了就练标枪去了，我练大成拳去。来，好，我们开始，请听我们的第二道题。哎，第一道呢？啊，先出第一道啊！我说了吗？啊，您没说。37号坟，37/25画报的，好。来吧，哎，这个字念什么？哎，我要告诉您呢，我也不是试试啊，你也不试试，你要吸收。请听第三题。哎，对，第一题就过了是吗？第二题还没说呢。哎，对，是。你说什么？到话筒这儿来讲。我说捧哏的嘴就是差的。谁？你等着我，我有一票一会儿。啊，因为做了相声演员之后，难免要去代言。也未见得。啊，我说的是够身份的。代言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会这样的问题。嗯，比如说。啊！别老惦记弄这事儿，不拦着我，你悬了，我告诉你，真的。哎，要不怎么得拦着你？嗯，一定得拦着我啊！拦着。对，什么脾气你？不是，回来他们还手，够我受的。那么说，如果在代言的时候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嗯，那么你们是以一种什么态度和心态去面对这个事情？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谁先说呀？十位选手，要亲命从属报数吧，你们都要不？谁来？哎。哦，刘云天，好，我先说。最可爱的一个孩子，以性格温柔啊，朴实敦厚，可爱啊。确实是做代言呢，挺不容易的啊。如果我做代言呢，我肯定给增高鞋代言，这样呢，对我身边的人会有帮助。完了，站近一点。这个增高鞋怎么不够标准？你发明的都跟腿那儿连着的都是。下半截。假肢。假肢啊！我要是做代言，我得好好做代言。
谁要是给我捣乱的话，我就用暴力解决问题。先弄死他们一家子，但是得有一个人留着他的母亲，我要抱着他的母亲一起跳楼。哎呀，这孩子准是说相声之前啊练过摔跤，我告诉你。其实这是一个很温柔的解决。我去你的吧，行了吧，也没准你抱着他母亲就不想跳楼了，是吗？他母亲漂亮吗？还讲啥？这个不行。肯定不行，太粗俗了。他父亲也不同意。这要搁我身上不这样了。哦，有这么一句话吗？怎么说？叫有利使利呀、啊，无利使智。没听说过。怎么没听说过呢？多动脑筋呢。是啊，你想我要是遇到这种事情呢？哎，你做了一个代言，然后出事了，那我就得多方面考虑了。哦，首先说呢，我来个不认账，对吗？我可以，我变换一下造型，对吧？变化一下造型，说清楚一点。变化一下造型，可以吧？我先整容嘛，做一个变性的手术，对吧？代价太大了啊！先把头烫了。你这就你，他已经变完了吧？你又没做代言，你弄这干嘛呀？我就到烫头这个步骤这儿了。大夫休息了，完全变性。让你认不出来是我，给来不认账。走街上谁看是这不李静吗？对呀、啊，太对了、哦，目的达到了。他能整成我这模样吗？对呀、啊，得花多少钱这得啊？就是费点功夫，费点也没那技术。好、哦，那么何云伟说，如果说怎么样这、那个不怎么样，你躲避一下，咱变性躲避一下。您回去吧，我们听听李静了。变完了好。哎，你先躲避一下吧，躲避一下。我觉得呀，其实咱还用搞这形式主义吗？哦，你看看这上过学的人就是不一样、啊。不是，你说一说。我说完这答案跟没说有什么区别吗？那你就别说了呗，那就。结果是明摆着的。有道理。下一任班主就是我了。你看这事闹的。几位回去吧。别啊，我他没说什么呀，非得说呀，就是、啊，你憋着篡权来的。说我的答案那就是变换个产品。您琢磨给减肥药代言，那终归有风险，您知道吗？你换个是这样、换个安全一点的产品呢、嗯、什么这个流云天牌的屁股帘啊、嗯、这得多大块布啊，这得就为挡上烫的头、哎、哪有何云伟牌的尿不湿啊，曹、啊、云金牌的开塞露，你给这个代言他出不了事儿、啊、李京牌的复读机 啊、嗯、这不怎么样，这不怎么样啊，来吧、啊、还有吗？小伦，我认为如果我要是带员出事了啊，你等会儿说清楚了，带什么呀？带员，哎呀，代言，你一定要给捧哏的争口气，我告诉你。啊，好腿，行、嗯、了，行了，我要是代言出事了。要死！嗯，这是捧哏的吗？这我要是代言出事了，出气儿了。我多的说出气儿了，我说的是出气儿了，还是出气儿？出事儿了啊！我会道歉，在家里边先写一封道歉信啊，道歉，然后找媒体开一个发布会啊，我认错，然后我走到谁用户家里边，咣咣咣磕头。磕出血来，那你也就道歉到一家啊，你就死那家了，就道歉啊，你这产品就卖了一家。对，我不是卖了一家，就上一家道歉去。对，哦，也不是说就到一家道歉去，就上一家，就是能道歉多少家去多少家，我直到磕死为止。对、嗯，你这付出太大了。那没办法，谁让咱干这事儿了？你干什么了？你到底是你代言的什么玩意儿，惹这么大祸？藏秘。你看人孩子敢于承认，我没去，我根本就啊，他们说那都不像话。哦，高老师，尤其那个哪个戴眼镜那朋友，哦，说的什么呀？还挨家磕头，磕出血来，你看这姿势，你磕出血来，人家也不，你准在茶馆干过，我告诉你，不瞧，你看这姿势，高插壶，嗯，谢谢。
这话筒太矮，主要是啊，他说那都不像话啊，你把腿挨门挨户给人家道歉，那哪是道歉，是那是欠道歉，他那怄气是吗？不像话，嗯嗯，他那个法子不行。哦，另外他们几位说那个也不可以。好、哦，我这个法子最好。你说说，用一句成语就可以总结了。嗯，四个字，说爱咋咋地。这是不往心里去，你能把我怎么样了？心宽。哎，对了，心宽，心宽，心宽啊，心宽逗活的啊。心宽，对不对？你爱报道，报道随便，你公共汽车广告给我接了随便，你报纸买完一看是我撕了随便，不往心里去，反正该给我多少钱挨家花完了。哦，花完了以后，剩下的跟我没关系。呵，咱不想这事儿了，是吧？你看人高茶壶说的这个啊，你才高茶壶呢，是跟别人不一样。高矮茶壶，哎呀，我这个挺好，不怎么样、哦啊。我很想听听曹云金怎么说的啊。来，曹云金，我来，我来。那都你带来的哈，你看见了吗？已经内定了这东西。这个我觉得首先来说，这个代言产品甭管说是什么，你就比如说是减肥茶啊，抹平小肚子，不是不是减肥，我大肚子小肚子都没有，排油茶，甭管是代言什么东西啊，首先来说我觉得啊我代言一个产品，我只是一个艺人，你为什么这个东西让卖呢？首先来说你得找工商部门，对不对？质检部门，你们怎么通过的呢？和句句顺耳，嗯，听着、啊，都是那意思哈。这原来你说过，嗯，哎呀，工商部门，你为什么给他批号？对不对？他这个东西不合格，既然不能排油，为什么让卖呢？对不对？我是一个艺人，我就是一个说相声的，我不欺负人，但是欺负我不行。欺负我，我退一步。很耳熟啊，很耳熟啊。再欺负，再退。现在身背后是墙了，哦，还欺负我，怎么办？打你丫的！哎呀，一定要保护好这孩子。嗯，他会死在这个行业里的，是吧？嗯，那就不选他了，是吧？啊、不选他，不选他。嗯，啊，这你们是这么理解的啊？啊，他们反正讲的各有各的道理，哎、各有各。啊，挺好啊！曹文俊说挺好，哎，对对对，说到心缝里去了，这是。你这做班主嘛，那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要有点个性是吗？嗯，好，请听我们的第七道问题。哎，怎么过那么快呀、啊？这里第几个？第二题。你看看，你要不忘，你能说出这话？我刚才躲过去，这回没躲过去。哎呀，做了班主之后，要管理一个100多人的团体，是一个大团不容易的事情、嗯，难免今天走两个，明天走两个。嗯。你们这样这坏笑不应该，你们容易把我带进沟里边去啊！你就在沟里呢。嗯。提问，来吧。如果你做了班主，有这种人员流动的事情发生，你会如何应对？怎样处理？谁先来？谁先来？谁先走？你谁先来？来。我先来。如果我这个团队要走了两个人，我会马上招来两个人。天人进口吗？哦，招本新的演员嘛，嗯嗯，走俩就招俩来，对，哪有这么合适的呀？那怎么办呢？说相声不是二人转，来了就能用。那个走的也不是好的呀。嘉宾言论不代表我们的啊，纯属自己的这个啊，坐那去、哎，胡说八道，真可爱。那个。哎呦，李老师、哎，他这美劲还没过去呢，啊、你先等会儿啊。对，我这个答案要是说，还没说呢，您乐呀、啊。我这答案要说出来，您更得高兴。你说说怎么回事？就不着急呀、啊，走俩人着什么急？有100多人呢，你等走的就剩你一个人的时候再想主意。那我就没有可想的了，我就踏踏实实过日子吧。你说这主意怎么样？这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后边还有好些人呢。哎，听见了吗？您这主意啊，先歇会儿，先歇会儿，快歇会儿吧，快歇会儿吧。我跟他一脾气。哦，嗯。你跟他可不一个头。嗯。不急。啊，不吉利。哎，不是不吉利。啊，不着急，不着急。先观察。嗯。他俩不走了吗？看那边干的怎么样。如果说干得好的话，嗯、哦，我就不去，就不过去了。哦，如果要是干得不灵的话，我过去跟他们一块儿，我当他们班主，对吗？多过瘾，指挥他们。
你想的很好，嗯，哎，想的很好，嗯，怎么样？不怎么样，这主意，我啊，对，不灵不灵。我建议啊，咱们一人都买一个小个的，搁这别着吧，这太费劲了，这螺丝都易扣了，那这不灵，非卸滑的不可。嗯、就这种人都太温顺，知道他们那不行。你怎么办呢？就是应该更得温顺一点。哦，你说说，对待他们得好，嗯，对吧？他们既然不在这干了。之前肯定不要说的这么牙碜，就比如说你做了班主，干嘛？比如说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之前他们在这干了，你们就给我惹祸吧。他们在这挣钱了吧？挣那么多钱都干嘛去了？不买电视你干嘛使啊？所以说，挣多少钱你都给我拿回来，白挣了，那不行，都得让他们退回来。听着点儿。你拿出点老爷们的样来呀、啊！烫个头干嘛？哎，这嗨！我说的了，我说的了。行，凭什么都让他拿走就完了？这事儿不行。哎，行，差不多得了。必须得退。差不多得了。不行，追加打他去。呦呦呦！就在不远啊，就那边。别说了。然后还搂着跳楼的谁？你看您教的徒弟都是土匪，哪能这样？我没教他们。你这嘴怎么都松了？我没松啊。哦，怎么他们走了就走了吧，不干拉倒。这东西从自身找原因，嗯，对不对？嗯嗯。现在你是班主，我是班主，要想我们到底谁是啊？我现在还是呢，就是一会儿就我是啊，一会儿啊，我是班主，嗯，走了就走了吧，从自身找原因，有道理，找原因。想想我们自个儿好好干，嗯，你得努力呀，嗯，你一人来啊。走了他就不干了，你得长能耐，没了谁都能干。嗯、我不欺负人，但欺负我不行。又来了，不是我说的意思是。你这两句到熟，这都是嗯。自身找原因啊。哦，自身找原因，对不对？我长长个，对不对？你不要瞎代言，这东西它。他说呢都是次、哎。对不起。怎么没看见？打错了，我看见打正脸了。嗯，受了受不了你。嘿，你看这馅儿，这受了受不了。又一杯，嗯，对，我还外我这半边都湿了。就说是呢啊，高醋矮酱油嘛、嗯。来吧，刚才他讲的那个问题我不同意。您说说，自己长能耐那是一方面哦，人家走了，这叫人才流失。嗯，流失白流失了，那哪能行啊？求人家回来，过去光光磕响头，哎呀，磕出血来，我这不信的感动不了他。这个下三滥的，不是你是求他回来，你是给人道歉去了，怎么都磕头、啊？说了磕出血来啊，他也不瞧，反正他得让他回来，想方设法哦，两个人也不瞧，当然也不瞧、哎，对了，提、哦、了东西看他去，哎，买电视看他去，我就去你的吧，去！我觉得我这个你拉倒吧，你说行了吧，我补充两句，你这别没事找事了，你们，我倒霉倒霉你们身上了啊。请听这十五道题。对，这就行了，挨、啊、着牌来吧。这个，如果你们做了班主之后，肯定要和媒体打交道，而且你们可能会出现一些绯闻，啊，比如说，啊，谢谢谢谢，嗯，这有什么可道谢的？你管着吗？嗯，他明白，我心里明白。对、嗯。后来我们在海边的时候，没有我的事、啊，没有没有。比如说，嗯，你们做了班主了，很有可能会在海边，你们和谁一起晒暖儿啊？嗯，这何云伟告诉我的词儿，嗯，叫晒暖儿啊、嗯。晒暖儿的时候被人家偷着拍下来了，然后传到网上200多张。哇、哦，这没有那么值得看。没有这么多啊、嗯。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如何面对媒体？如何处理危机公关？如何来解释这个事情？我先来。哦，拍相片你偷个来。啊、哦、不，我呀很少有机会。徒弟都用不了这么矮。嗯，你坐着说。别这样。你躺沙滩上说。我这，那不是我。这个就不用处理。嗯。不就是在沙滩上晒鸟，让人家瞧。晒鸟？啊。他也是捧哏的。你们这核桃都怎么了？晒什么？晒，你爱晒什么晒什么。这是。还晒鸟儿？晒暖让人家拍什么？你重说晒板儿啊，板儿一个、哦、晒眼儿，小人儿晒着大眼儿，
我一般跟沙滩上都戴着眼罩，你知道吗？都晒不着那儿啊。我哪个都不晒啊，甭管它，那是远景，那是拿长焦吊的，咱能跟着沙滩上拍去吗？等多会儿人家堵到你们屋里头再说。这是经验之谈啊！您快了吧？去你吧！那去你吧！哎，我就这主意。他是这么理解的啊？对。哦，刘云天，刘云天啊。这个我得承认，你有过这事儿？对，我确实躺在沙。你别逗他。确实躺在。别往下糊了那沙子。确实躺在沙滩上了啊！但不是上那晒眼儿去了。晒鸟儿？哎呦，晒眼儿不是晒眼儿，我是不留神掉在上面。为什么不留神？因为我抱着他妈跳楼的时候，嗨，掉在沙滩上了。他说他就这么跟媒体解释。老太太太结实了。海边建筑，你拉倒吧，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我说又到你了啊！这东西我跟您说，这东西跟那晒眼晒鸟，我都不知道这个。反正跟这待着，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也没晒过，不跟您似的老出。我也没晒过，老出现绯闻。啊、但是我觉得，一旦这个绯闻出现了。人有失手马有乱蹄嘛，这东西以后我也捧哏去。要不我别说了，你说吧，你说吧。我觉得你看这一台的病人，你们这个舌头还想上什么晚会啊？晒暖儿，在那晒暖儿的，人家发现了，干脆就跟这娘们结婚。哇，我拼了，行吗？啊，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了。我现在还打光棍呢。是我这婚事就交给您了啊！我管不了你这些个，你知道吗？不用找，在这儿呢。啊，在这儿呢。怎么？我变性了？嗨，那娘们是他，是我，我悔婚。别介，走，咱们。先，你整整容吧你。这就整完了，知道吗？他们这个该结婚结婚去啊。反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啊，如果说要有人说我在沙滩上啊晒钱儿，晒钱。晒点晒，反正就在晒着呢。沙滩是现钱儿，晒现钱儿。如果我在沙滩是现钱儿，我呀，你给他倒一杯。我还怪这边呢，我还、啊、双瓣沙壶。我说那不是我，哦，那是谁？我这大身上使大了，不要激动啊！不要，我说那是栾云平。怎么白小平没吃药，哪儿白小平这里头就是他栾平，他在那儿晒呢。人说那辅导人家是你，哎，是他是辅导人家。你看看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了，说话不要激动。其实是高峰，不是那人在那儿都那样，就是你。什么就是我招谁惹谁了？哎，是你剃个那样的头。我肯定跟记者说，那不是我，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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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就倒两杯，快坐下吧，行了。反正是这那什么呢？就不承认是不是？对，是他。所以经过这一轮的技术比拼，看出来他们嘴里都毛病啊！这你们歇会儿吧，你们这太闹腾了，水都让你们弄浑了。现在啊，问不先拉倒吧啊！问问在座的各位吧，认识我们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他们说的真也罢，假也罢啊，半真半假，半假半真。你看我这舌头啊，好，半真半假吧，乱了、啊。各位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啊，想知道的事情啊，或者以前有疑惑的，或者有时候看着网上人家发言问这帖子这如何如何的，您心中有什么想了解的，这会儿是一好机会，我们几个人都在，基本是德云社的主力啊，抛去高峰之外我们都在啊。啊，有什么要问的咱们聊一聊，看看各位想说什么啊。好，让他们也歇会儿，别去听他们胡沁了这儿。哦，这个真快，那真快啊！这个你那个炮啊，他买回去之后是这样的，他没晒年儿，他。你哪知道这消息的？啊，新闻啊？不是那儿都报了这事儿？好、哦，你看这事儿闹的啊！年三十的晚上，他这个跟我放花去啊。我们有一个小花，一米见方，嗯。高一米五，他跟烧饼俩人一块点。其实这个人家有一个正式的鸟，有一个备用的鸟。这备用这鸟啊，无意中还给弄折了。俩人其实点一个就行，俩人逞能非一块点，一块点。他这点着，他看着烧饼，你那怎么样了？没想到这就着了，着了之后就熏了一下，把这呲了一下。
但是眼睛什么都没事儿，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难难那个了了一下，等于是。嗯嗯。然后从出事到上台，大约是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嗯、这两天这破的都该上药上药，该口干口干。嗯。正在缓解当中啊，我们准备给他募捐募捐啊。哦、嗯。今儿来了一会儿，有一位算一位啊。啊。这要钱啊！谢谢您吧，谢谢您吧，一切都好。什么？什么？猴子掉了。他哪有猴子去？他高峰那儿有一猴子啊。啊啊！痔疮，痔疮，嘴脱了。哎，没事，他说你那是裤衩楼，不要紧的。啊，好，各位还有什么要问的？啊？今天的，今年的还没到了吧？没到呢，还没到。需要我做什么？你说吧。我上谁家道歉去？嗯，我噔噔噔磕磕脑子流血。嗯，嗯。看春晚了吗？哦，问你呢。哎，这是问我呢吗？嗯，我没告诉你吗？我净看孔云龙了。嗯，嘿，当年请过我，我是哪年那个？有过一次，有过一次吧，有过一次，就是这个播藏秘之前一年的、那个，对，头一年的，要请我去做嘉宾来着。嗯，我这个人就没去，嗯，要去了所以不就这样了吗？去没去就出点小事，嗯，要去了就没事了，嗯。怎么还问这个呀？封箱你们就问一回了，就告诉您在哪儿啊？这都开枪了，嗯，开枪了都，开什么了？开枪，开浪了，嗯。那孩子别傻乐，有什么要问的？啊，于谦多重啊？您气的四百来斤、啊，没那么重，俩蹦腰子，嗯啊，没有问的了吗？哎呀，要问一块问着，你看，倒班说，啊，孙正明先说，哎，谁叫孙正明？我们。参见封箱，嗯，封箱的时候提过这个问题了，嗯啊，等大伙儿过了十五都上了班了，咱们大伙儿集思广益出点主意，咱们大伙儿坐一块儿商量，说说这怎么能把这弄得最好一点啊？封箱就提过这，谢谢您的支持啊。还有什么？刚才有几个姑娘喊来着？啊？啊，你们俩一个说一个再说啊。票贩先说，嗯，啊，怎么整治票贩子？啊，我们这个正参见中国铁路部门怎么整治票贩的那个，他有法了，我就有法了。嗯，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吓哭去。小孩给你练习，你吓了。谢谢吧。嚯，这怎么了？这都是啊？替您高兴啊！是，谢谢，行，别提，家长家长跟着。嗯。谁的表啊？没洗的时候便宜。咱们进那块表啊，哎，我表怎么破案了？这谢谢啊，谢谢啊，假的，假的，给你的圆珠笔画的，嗯，画的够亮的啊，带着灯的，嗯，说点别的吧，嗯，到底是曹云金为什么于老师那么好啊？他是我儿子，所以他对我好。大凤先说，大凤先说，哪儿有大凤、啊？我听是一姑娘。大凤说：“二美说，哦，在那儿哦，三秀，谁？便宜。完了，下一个，参见他。啊？啊？问你哪儿剃的？我在于老师烫头那地儿剃的。于老师哪儿烫头啊？他剃头那地儿烫的。这理发师太没溜了，长的短的都能做。嗯”还没演完呢，还差四场，啊，过完年之后继续会有的，快乐依然吧？您说的是，啊，谢谢啊，还在演，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有一，我先说，我今天脾气怎么这样？提到伤心事了，嗯，群，哎，您说，二，您是说我今年这个从艺二十周年吗？这个不是一个专场，是估计，可能会从四月份左右，一直演到年底，嗯，是一个，啊，因为三月份左右我们有点别的事儿，啊，然后料理忙活忙活，打四月份左右开始，嗯，啊，有数十个各种专场之多，啊，在策划当中，嗯，谢谢您的关心，啊，去2月14号，对，穷人节的时候我们去，穷人节。什么情人节？伶人节的时候啊，伶人蒙人啊，
哟，这孩子你看，他问于老师二月十三号约谁是吧？怎么全问我这个？问你啊啊！我就哪儿去不了，就跟家待着现在，不能出去。曹云金啊，曹云金跟他姥姥一块儿，一块儿啊，包饺子熬带鱼，当重阳节那么过的，然后登高啊，登高，太好了啊！服装的那个啊。啊，服装的第一批服装马上就出来了，因为都是手绣的，所以挺麻烦。从春节前一直在做。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我们在北展有两场演出，就是这个也是为了大伙儿瞧瞧我们这服装做怎么样。当天演出的演员所有的服装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从那天开始我们正式的就对外营业了，就德云华服这块。谢谢您的关心。啊，我们在建外那儿，建外 SOHO 那西区那儿有一个我们的门脸儿啊，然后马上论坛上就会出一个子板块。就是这个都是服装这一块的啊，都去串个门吧，便宜着呢。哎，行。啊，他要一身啊，是我这身啊。啊？打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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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折。嗯，什么叫打折？这谁去打折了腿？哦，不打折，连着筋儿呢。多少连着点筋儿呢？假发问您卖吗？等我剃了织完了就卖。问这个问题怎么？什么？穿了毛线内裤是吗？啊问什么颜色的啊？那姑娘怎么这样呢？什么颜色都有，每天换一色。你不信？爱信不信吧。啊啊，问你有蹄筋儿吗？这牛街买去，牛街买。咱们尽量问点有溜的问题。哦，那儿有，您好，您说。零八年听了很多相声，就是传统相声。零九年问有什么节目是吧？您说是听我们的，还是说您就在这儿听的是吧？在这儿一般来说还是以传统节目为主。啊，中国相声走到今天这个尴尬局面，完全是因为盲目的创新才这样的，啊，80%的演员根本就不会说相声，最起码先学一下传统的节目，把这些最基本的基础都学会了之后，啊，我们能完全掌握传统节目了，才能说去有点新节目啊，或者如何如何。我跟于谦现在我们都没说我们俩，成功了，或者说学会了没有，我们都认为自个儿还是学生了，还有一个提高的过程。创新对中国相声来说还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啊！谢谢您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会努力的。谢谢您。这个人还不会走道了，你先问他能不能成刘翔，这难点啊，难点。就是刨了我们这个20%。也都要下去了，还得罪人？不干了，更不怕了。招招招招招，啊，哦，你看看那个女学员归于老师负责这块，我看头型怎么样了？烫头就行。女孩子不太适合说相声，实话实说。哦，古曲过完年是有这个安排和打算的，啊，但是这个麻烦一点，它涉及到乐队啊，包括演员的问题，我们再考虑这个啊，春节时还在说这个事儿，到时候来一定要来啊，要票啊。找于老师有困难找于谦吗？明儿我挂上肩章去。学员是这样的，我们之前这些年一直是就是在社会上普通的多大岁数都能要吧，但现在可能稍微规范了一点，我们教学这块叫北京德云传统艺术研习社啊，就是在南五环边上有这么一个基地，我们教学机构都在那儿。快招了，别着急啊，别着急。你看多的脾气这是啊，当时就摔东西。快了，有戏曲专业，有曲艺、评书啊、相声啊，什么都有，反正是。现在啊，他上厕所了，他尿完回来会打架。哦，那就对了，哎，那有人举手，您好。又可能不行，可能必须要在那边。当地有售票点。当地有，您可以打电话或者在网上订一下吧。哎，谢谢您啊。啊？您说干嘛？是学员啊。
学员会有限制年龄这一说啊，但是有普及班，普及班可能就面广一些吧，嗯，七十多五十多都行，反正是，来说人数，嗯，岁数，嗯，折不过来了，到此是了。嗯，看吧，怕卖不出票去。嗯啊，一个说大美先说怎么着？嗯，哪儿大美啊？谁先生？赵全就要你这样的，敢捣乱。嗯，多大了这孩子？45啊？哦，十岁啊，十岁啊，比郭麒麟还小呢。啊，行，到时候来吧啊。嗯，挺淘这孩子。啊，没听见，我管他听见听不见。行了，大伙儿问的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尖锐的问题了吧？还惦着那个，这看出殡的不怕殡大。我这个我马上就要退下来了啊，以后我就是离退休双规老干部了啊。对，先双规，先双规，先双规嘛啊，先双规啊。这个啊。下次什么？我得问你，下次什么时候来？我见天跟这儿，啊，我马上是剩下这六位里边呢，马上评选出一个新班主来了啊！你们回我吧，就。我已经起过誓了，我是要退出来的啊。嗯，我。对，对，德云社改粮食店了。烧饼都好，这还有烧饼，哎，你拿我当面罩不行。我想再问一下这个六位，啊，就是当了班主，你们对我现在还有什么意见吗？太多了，我这没啊，你们有什么给我的忠告？我哪不好？我肯定会有缺点，我自己知道。有好话没好说，心是好的，说出来得罪人，也未见得心是好的。嗯，你让他们说，让他们说。我这算呀，抛砖引玉。啊，他反映我像茶壶，所以我不动换了啊。他的 这会儿没人喝。他的这个人呢，行为比较不检。坐着下去。哦，他这个人呢，别看三十来岁的年纪，行为跟同龄人的不一样。您忒不时尚。您这个话说的很时尚，还我忒不时尚啊？就您就跟那75岁往上的人一个生活习惯。没有七十三，七十三。过了坎儿了，于老师是有感触的。谁有感触？他这个什么生活习惯？各位您不平常就穿这个中式对襟疙瘩派，这手揉着核桃。您琢磨三十来岁有揉核桃的吗？他揉核桃，有什么？他这手揉着核桃，这手还拿着个夜壶茶壶，茶壶装茶叶那个夜壶，夜茶壶，什么舌头这？什么形象？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套一蓝坎肩，就他。你拿我当范振玉了？你这是什么人呢？这都是。就说希望您呢，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时尚一点。哎，时尚一点，前卫一些，留个大分头，19分，小王佩元19分，然后红黄蓝绿青蓝紫，礼拜一19打这分吧。一九打那边。我蹬自行车出一刮风，这儿没有，这儿抖了20，是吧？说相声合适，太对了，这包就小王佩瑜，王佩元，王佩乱七八糟，就王佩，就是希望您呐，生活时尚，时尚一点啊，时尚一点，好极了。另外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就这样吧。高老师说不出别的了。对对，您说这太讨厌了。提到生活啊，我有点建议啊。你好好的啊。哎，郭老师生活当中啊，这人啊，他们都叫师傅，他叫老师啊。郭就是跟大伙儿讲啊，郭老师生活当中啊，有时候特别的懒惰，懒惰，哎，不爱干活。实话，经常啊，惹我们师娘生气，所以说这种人就是不懂得生活。你可俩师娘，我都惹他们了。那个包儿跳楼。我说的是您，说的是您爱人，您对他不好。哦。再说您不也不打算干了吗？嗯，不打算干是德云社班主啊，不是你师娘的丈夫。不是。那我可以来，对对对对，我一块儿。你连数都不识，你当什么？我都能担任。快坐那儿，快坐那儿。哎呀哎哎哎！我再补充两句啊！你再补充两句。我认为您基本上就没事，没有什么缺点。说，我没什么缺点。您没什么缺点啊？你看看，就是您不白疼你。我感觉就是有一个小缺点。哦，有一点哈，你讲。就郭老师不会开车。对。那不算缺点。
他永远出去都让我开车。是，原来 我就是一活驴，不许美化自己。我希望您学学开车，然后您给我开车。哎，学学就活驴，不赛活驴，赛活驴啊！来好，李贤弟，我这个意见也很中肯。哦，可以。我希望您呢，解放思想，放下包袱，不要老怕闹绯闻呢，就总想着做变性手术。我多着呢。哦，对，那是他，那是我徒弟，那是啊。我记错了啊！你们来吧，你们来吧。完了，什么玩意儿这是？他发不发言都不吃劲，什么呀？都是。所以，我给您提个意见。你说，我估计大伙儿也想说啊。您这人不会说话，我怎么不会说啊？那个嘴呀、啊，太缺德，损德，知道吗？是啊。因为什么不长个儿，知道吗？为什么呢？知道吗？不知道。损德哦，逮什么说什么啊？跟人记者，我不是我请你们来的，不是我请你们来的。我说的实话呀。好，天天的这嘴呀、啊，卷这个卷那个，在后台他们就欺负我，徒弟都不饶啊。哎呀呀呀呀呀！啊，现在你哎不是，哎呀哎呀哎呀呀，这个说的是何云伟，这我是说对待我，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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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是吊着房梁子上面了，你那是啊。完了，行了，就说到这儿吧。说一点呢，不足，不能叫缺点啊。好孩子，说您一点，我没白疼你。不足啊，您这个人呢，小小的缺点是什么呢？我没有大毛病，不爱洗澡。不讲究卫生，您自己臭嘎子窝您不知道吗？啊，这冬天不显，这夏天得在哪儿搓？我老上海边晒暖，知道吗？这腻味人，我去你！关键是您那都勤洗澡，快拉倒吧，快拉倒吧，拉倒没有了吧？还有吗？行，啊，谦儿哥也说一个，你看我们合作合作这么长时间了，谦儿哥你说，咱你放下架子来啊，你就认为我有什么缺点，哪儿不好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有没有，我都能合作的非常好，他也没有什么，我提个小建议吧。好。好吗，你看，你看人家说话以后不一样。以后您稍微的注意一点就可以。哦，你说我接受，我接受。一定对你那个儿子好一点，好吗？我这个一忙啊，就顾不过来。不是，你看现在孩子瘦成什么样？以前挺胖，现在瘦成。长。我早知道孩子在你们这吃不饱，我不把这孩子送你。当初过去的，他没孩子，我过去给他。我一提起这事儿，哎，这不是啊，是的，没有没有您的事儿，你们别别，我爱别别，不是那么回事。我早知道，早知道我不跟他走了。就是我就我这不是怎么回事？别别别！不是你，其实我无所谓，啊、无所谓啊。他们说的我不信啊，他们胡说八道，他们不盖子拉倒、啊。您还是班主啊？没有那样的，不是太欺负人了。于谦好不是东西，你太不像你那孩子长的模样，除了您能生出来那样的，还有谁？这点绝对是你看这孩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您还是班主啊？我还是啊，我都说了要不干了吗？你要不干就不干了。我啊，我干。我都起誓我要退出来了吗？这是民意，我跟你说是啊，是啊，我都落到这地步了。我不跟他们，他不跟他们一样，他们说的话、啊、我都不信。哦，不过您多咱退啊。我都起完誓了吗？哎，100岁生日就退了啊。一